不要往下掉，脖子拉长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左手往前延伸，停留在这里一下下。好，可以吗？如果需要的话，你背后脚尖墙没关系，它可以帮助你平衡。对，哎，好，记得脖子要拉长哦，不要低头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手脚慢慢的下来，我们换左脚。记得你现在脚的位置哦，是跟我们髋部同宽，对吗？好，在这个位置上面，直接屁股往上提高。好，哦，感觉怎么样？很轻，很好，好，这就是来上课的目的。好，我们两只脚左右踩一踩。好，先缓和一下我们的身体，右左踩一踩，对，很好。OK。好，来，我们双脚慢慢的回到地板上，脚跟放下来。好，如果觉得很紧的人没关系，你可以把你的膝盖。好，深呼吸哦。